随堂考吗？自己的表现？我想这个还好，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，就是第一天上班就是面临面冲，所以其实，在像昨天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，其实一直都是没有停过的会议，那其实也是要尽快的可以上手来了解业务。所以今天在第一次的市政会议中，我想是做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准备了。那另外，其实刚才有，其实我觉得在第一次市政会议中，我印象反而比较深刻的是，在我们报告完，其实在报告的中间都有提到很多可能，因为整个启程需要提前需要满足市长的一个方向，但是也可以看到各个局处其实都非常的积极，在报告结束之后，也都主动的提出说后续要怎么进一步改善。那完全可以感受到整个高雄市政府流动起来的感觉，那也很高兴啊，所有的局处都愿意一起这样子来2014年这样子动员。所以觉得大家都上紧公司了。是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